第六篇，念佛一声光十余丈。大家看图画，凄凉的荒路边，枯树声不绝于耳，简直是呼天抢地。那是一座小坟，一个祭拜者。哎，这个漫画画的很好哈。你看，画一个一个人的骨头啊，在这个坟下面，上面呢，搞几块小石头，定个小坟。这下面有一个人呐、啊，连是连这个鬼耳朵里边都炸出来了。 呃，这个声音就是说在那哭啊，哭的他，他在底下都感动了。然后呢，画了一个小老鼠，呃，画个小虫子在那个洞里边，画个小兔子。哎，他们都给他哭的都跑出来都惊慌说：“哎，你什么冤枉事啊？”这个人哭的你看那个眼泪啊，简直是、啊，哎呀，叭叭叭的掉。啊。再翻过来看，原来几个月前，同乡的朋友病故，他亲自送了葬。 他携带朋友的资产、遗物返回故乡，亲手交还朋友的家人。哎呀，跟他说怎么怎么回事？想不到说明原委后，朋友的太太异常的悲痛，之后眼神冷冰冰地看着他：“就你一个人回来啦？我丈夫的钱就这些啦？” 那么很显然，他在悲痛之中啊，又起了疑心，心想说，是不是他谋财害命？我丈夫大概花了发了大财，啊，你你把他命搏了，就留这一点钱带给我，还蒙蒙我们。哎呀，这这可冤枉了哈！这这一路出去做生意，跟他做这个善良好事，给人冤枉，一般人都受不了。这这是这个在古人啊，特别讲究清正的名声。 以你，你说这事儿你也说不清楚啊，就俩人知道啊，知道另外一个人埋到地底下去了，他老婆起了怀疑，也是合理推断，这有可能啊，这样事儿不是没发生啊，所以他也觉得我这我有口难辩，这没办法，这憋得慌，所以他就没没办法跑了，就跑到哪儿了？这我冤枉啊，啊、我冤呐我！啊，回想起那一幕，他涨红了脸，泪洒墓碑前，他就跑在这个。 坟前在那哭，哇，这个眼泪的滴的从坟上的滴到坟下边了，把坟下面都滴着，你看，都滴成一滩一滩眼泪了。哎、呃，这个底下的鬼就说：“哎呀，够了够了够够了，我知道了。”所以这个精神感动人呢，这鬼就跳出来了，眼泪就滴下去了。这是朋友显了灵，啊，出来跟他说话了，啊，我我帮你作证，你别这么，呃，冤枉了。 并答应了随他返乡坐镇。返乡途中，船行遇到了暴风，他一急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脱口而出：“啊，人在急难的时候就想起念佛了，这就是所谓的临时抱佛脚。平常没有念，这时候遇到为难了，阿弥陀佛一念，一阵强光，这个鬼朋友突然倒退三步，哎，什么光？不要吓我。” 因为鬼都没见过这么强光啊，一下过来了。嗨、哎、呀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光了吓我，不要吓我！哎，他一听啊，心里一震。哎呦，他赶紧啊，再念佛。哎呀，还能放光啊！阿弥阿弥陀佛，阿弥可能啊，连续啊，快速念了好几声。这个鬼朋友着急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,不行！你一念佛啊，你五色光明，砰就舒放开来。你呀、啊，这个光啊太大，你佛光太大，逼得我阵阵晕眩。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去了。你你你回去。 你让我太太来，你让自己来吧，我不跟你去了。你看一念佛，那、这个光好大哈啊,啊！念佛这么奇特，我还伸什么冤呐？啊，就不要伸冤了呀！他就开悟了，所以他一转身出家去喽，不回去喽也不要去找老婆来了。 这个世间的事，世间事了一未了，何况也不了了之啊！这得这么大有好处，我果是生什么冤呐、啊？哎呀，什么事啊？不用说了，我出家去了，我高僧呐、啊。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念的佛号之中，你看他一念佛，佛光显现就在佛号当中，随时放光就度我们，摄取我们。所以名号就是光明，光明就是名号。念佛是何其笑艳呐、啊！ 我们再看原文，原文出处,处呢是偶一大师的《临风纵论劝念佛序》当中。同城有二人结伴为客，这两个人呢，结了伙伴出去做生意啊，反正外出了。古人古代不像现在，交通啊、通讯都很发达，交通既不发达，呃，信息不通畅。 所以出门多有凶险啊，音讯又不又不通，一个死了就是得病了，还什么原因死了，办葬之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把他埋葬了。大概路途也很远，古人都讲究死了以后啊，要呃叶落归根呐、啊，要用回来。但是一个人这么远，那时候有没有动车，背也不能把死人背回来啊，嗯，所以就把他葬了，携资还其父，把他的。 资财带了回来给他老婆，那你还养家糊口吧？你先生这个走了死了，这个遗留的我一分不少给你了。傅仪这个妇人呢，怀疑了，就刚才讲的那么他的心理，半分甚，心里非常的气愤，到了顶点，说我这好心得不到好报，我这样来，结果呢受这种误灾，而且是。 这个就不白之冤，没办法说明白的。只好呢到埋尸骨的地方，大概也路也不近啊，又长途跋涉走去，走出去，在那里沉寂哭诉，沉寂可能摆上水果，摆上猪头之类的，谁知道他摆什么？反正哎呀，在那里哭，因为这个事儿没人能够，哎呀某某啊，哎这个事儿就你知道吧？我一片善心啊，我怎么怎么样啊？但是你又死了啊，你要有魂有灵。 你得出来给我作证，我这受七尺大冤，你就只有你能说明，不然的话，我也只能撞死在这地方了。啊，哇哇，在那哭。所以这个鬼啊也被感动了。鬼与半问答于生前啊，怎么回事？老李呀、啊，我是老王。哎，你出来了，活了。平常怕鬼，现在就不怕鬼了，因为可以给他洗白冤枉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跟他也说来同归作证。好，我跟着你。 附在你身上，你前面走，我我跟着后边，我去给你做证明告我老婆。中途遇事，偶一念阿弥陀佛，在回家的路上啊啊遇到这个事可能是紧急的事啊，为难的事反正有事这时候呢，他想起阿弥陀佛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才念阿弥陀啊，他就他吧？所以念偶一念阿弥陀佛。 鬼大唤，这一念佛，这鬼大叫起来了啊、呃！估计这个叫声只有他听着，别人可能听不着，因为他俩有缘分啊、哦。呵，放光不我？哎，你干嘛放光吓唬我呀？啊哈！更速转速念，速转。他这一听啊，嘿、哎，放光呀，速着就快速的，多念好几句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速转速念。鬼惧曰，他要试试他。 一听说念佛能放光，赶紧多念。这个鬼呀、啊、就很害怕的说：“如一念佛，胸折出五色光十余丈，炫我心目。你一念佛啊，你的胸口就放出来五色光明，多远呢、啊？放十多丈，这么大啊！这十多丈的光让我头晕目眩，让我的这个眼睛都搞花掉了。我不能再靠近你了。本来我附体附在你身上呢，跟着你走呢，现在我跟你靠不近了。” 归于我父，令自来。你这样吧，你自己回去，告我夫人，让她自己来，为当为汝雪冤。我，嗯，那来，我再给你雪白、雪清你的冤屈，说明怎么回事。伴因此醒悟，这个人一听啊，哎，念佛这么好啊，这就觉醒了，开悟了，啊，出家不再雪冤了，出家为高僧。 哎，偶遇大师底下就写了暗语，借鉴就是就是很赞叹的。佛举一念，光轮变书他才随口这么举身念一声，这个胸口啊就有五色光明输出来。受障大师云：念佛心即是佛也，其今时念佛，他是成佛在。 难道是要今天念佛，还到临终才成佛吗？或者到别时吗？现在念佛，现在当下，你心就是佛了。所以要念佛，心即是佛。很可惜啊，这个鬼不种善根，不闻佛名，故进步。他过去没有念过佛，没有闻到佛法，也没有闻过佛的名号，所以呢，他就感到很惊恐，不熟悉嘛。赏本念佛人。 如果本来就是念佛人，仗此良缘，宁不邓超乐土耶？如果本来是念佛人的话，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，哎呀，念好放光，他马上就想起来了。有这个良好的机会，那肯定是立即往生净土。他也趁此光明往生净土。但是这个鬼呢，善根不够，所以他就，哎，哎呀，不要吓我！他他以为是别人吓他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念佛啊，也有很多人说，哎，别吓我，你别让我死，这就是善根不够。 他知道有善根，哎呦，你为我祝福呢，你为我好，我我也念这句佛号。这个故事啊也有很多启发。第一点，这个鬼啊，他怎么能出来说话呢？这个鬼是新鬼，他才死的啊。如果老鬼已经死了七八年了，估计很难出来。这是第一种原因。第二呢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特别冤屈，所以精诚感人。他这种诚心啊，因为他有冤嘛，有不白之冤。 所以这这种心境情况下，他俩有这种缘分，所以呢感动这个鬼现身跟他说话。另外，他也是个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心情啊、呃，特定的因缘，并不是所有的鬼都能出来跟你说话。然后这里面说的他是偶一念佛，呃，途途中遇事偶一念佛，那说明这个人呢平常根本就不念佛，是偶然情况下才念佛，他不是常修，不是专修。 那么偶遇念佛放光十余丈，如果专修念佛，那放光多大？那也太大了啊！你各位，我们念佛那超过他，所以想放想放光就念佛，啊、哎，胸中就放十十十数丈的光。所以他这个人可知道呢？他没有信仰，他是遇难临危临时抱佛脚之类。那何况我们常修念佛呢？我们有信仰念佛呢，那更加专注。 更加集中，光更强大。所以在那一个故事里边也有嘛，这个外国那个有修神通的人，他见到人家念佛，说不诚心的人，偶尔念佛的，那光呢就少，一闪一闪。如果专修念佛的有诚心的人，见他光啊大的能把地球都包得下。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堂里如果有专修念佛，那个光就太大了。 所以人家愿意到念佛堂来念佛，说念佛堂气场好，啊、呃，念佛功效大，那、哎、也是有道理的。因为这么多专修念佛人在一起，气场当然好。第三点呢，佛光念佛光啊，实在不止十余丈。这个鬼呢，只见了十余丈，一个是鬼的善根不足，他只见了十余丈。另外呢，这个人粗心念佛，是偶一念佛，所以他才现十余丈，并不说念佛光只见十余丈。 这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点这个火一样，比如这一堆柴，你才点着它啊、呃，它才一点点小火，并不代表只有人在点小火，它光大着呢。你真念佛，然后底下火越烧越大，熊熊大火。但是一开始你粗心，所以就是，这是只是说明什么？念佛就是光明，佛号就是光明，它能显示这一点。普遍的原理是这样。这说念佛见光大、见光小，那是呢特殊因缘，各有因缘不同。 但念佛必无光，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。所以一念佛一念光，念念佛念念光。他念一声佛就一道光明，他念念念佛念念光明，啊，总是这样。我们凡人也这样，只是我们一般人看不见而已。这光呢就是佛，佛就是光，所以《上海大说》呢，光明名号，念到“阿弥陀佛”啊，就放光明。 呃，前面和这个前面那个珠子往生的故事也充分说明这一点。因为这个鬼没有善根呐、啊，所以他觉得放光害怕他不能靠近。那如果我们念佛的话，也，魔障业障，如果有善根的人，他会靠近你。他靠近你，他有善根，这样我们就是共同修行，没有呃障碍，呃，也不会遇到呃凶险。 那如果是心怀不端的、没有善根的，这样他就不能靠近你。这就是放光啊，能够去灾啊，能够没有魔障啊。第六点，这个人呢，同城人还是开了悟啊，他不再伸冤了。说实在的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你不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这历劫的冤屈往哪里申诉呀？ 不光是这个富人家冤屈你啊，我们这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，你不是冤得慌吗？你念佛到西方成佛，这个才不冤。你本来有佛性不成佛，在六道轮回，这才是大冤。这个大冤，人家没有人能够帮你选，只有念这成佛，所以他满足了他所有的冤屈，啊、呃，都一雪干净。还要靠什么律师啊，什么法官呐、啊，什么阎罗王啊？ 啊，什么天地啊，都不用这些帮你伸冤了呀，就念佛到西方啊，这所有的冤都雪干净了。第七，念佛心即是佛，他这个断句啊，他断的是念佛心即是佛。我想可能，呃，这么断更好，念佛心即是佛。因为经中说啊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这是观经。 第八关讲的，我们念佛，阿弥陀佛是法界身，你念佛他就来到你的心中，因为佛来到你的心中，所以你的心才是佛，是心做佛。当我们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心就在做佛，是心做佛，是心就是佛，这个心啊就是佛。那我们有心，所以我们念佛，并不要等待临终再去做佛，现在念佛，当下这个心就是佛。但是我们现在显不出佛的形象来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凡胎。 我们还有业障把它包住了，就像这个做模具一样，模具模胎里边是佛，但是外边的模胎呢挡住了。我们的身体就是模胎，等你死的时候，这个模胎一把火一烧，那不就成佛了吗？这个胎，这个像那个做模板一样，模板一拿掉，这里面佛不就出来了吗？所以有人怕死，怕死就是模板不消掉，模板不消掉，这佛出不来了呢。哪能怕死呢？对不对？你怕死就是怕成佛，我们想死就想成佛。 哈哈，<laughs> 我我们不是怕死，所以偶一大叔啊，其精时念佛，他是成佛在，还要等他是成佛吗？那么这句话就说明这个故事，这个道理，就说明平生业成，这身念佛当下往生之业、成佛之业都,都成就了，所以经文道理和事实都说的非常清楚。 这样你看经文呢，你才非常有信心。也破别时意，别时意就说啊，念佛念多少，念多大的要多大的功德，多少功夫，念多少山到多长时间啊？到最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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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辈子他不行了，他到下辈，下辈，下辈子，这就是别时意。其实当下念佛，当下，是心做佛，是心是佛。 所以本来念佛人，你既是念佛人，要仗良缘。当然，如果平生业成，那自然就往生决定了。如果说虽然念佛有这个缘分，还在疑惑，那可能临终助念，或者脱胎为鬼魂的时候，或者某种因缘情况下遇到念佛了，哎，他这个善根就勾起来了，这时候才能往生。那我们呢，就就知道平常给别人接佛缘，这是最大的关怀，不是念吉祥。 是念阿弥陀佛，你念吉祥，人家当下死掉还都直接堕堕入地狱；你念阿弥陀佛，当下就能往生净土。啊、嗯，所以呢，呃，如果能够把佛号给人家，这是最结最大的佛缘。这本连环画呢，一共有六个故事，我们已经讲完了。那我想呢，把它做一个稍微的总结的点评。 我们这六个故事里面呢，当中讲念佛放光的就有两首，啊，一个就是《念一生佛，呃，光十余丈，这是讲同城两个人、哎，他是受冤枉，然后呢要向他的朋友去诉，去诉说，他这个朋友啊就从坟墓里就出来，然后他路上呢遇到，呃，危难的事，一念佛就放光了。 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那个为珠念佛，珠子往生啊，这是呃现代的，二零零四年，渔阳镇，湖北潜江渔阳镇快岭村的陈旭法，他的徒弟呢是一个哑巴，然后他看见他的念佛都会放这个龙形的光明，金色的，像龙一样的光明呢，啊、呃，向屠宰场而去了。 那么这个我们平常人念佛啊，也放光的啊，但是呢，大家看不见。你看这个看见的哈，一个是鬼，一个就是哑巴。这鬼呢，因为它属于阴性阴型的生命形态，所以呢，它对光非常敏感哈啊，它能看见。所以大家没有看见，说明我们大家还不是鬼 <laughs> 第二呢，这个哑巴呢。 呃，我们人呢，就是有六个感觉器官嘛。往往有的人在某种感觉器官方面有缺陷的时候呢，可能在另一方面就有它特异的功能。啊、嗯，像盲人呢，他的听觉也特别发达。呃，这也是就是有些特殊的状态情况下，那我们一般人看不见。不过我们虽然看不见呢，它这个原理啊，说明我们任何人只要念佛，就一定放光。 啊，我们也有一本小册子，叫做《念佛放光》啊。念佛放光这本小册呢，里边总共收集了有十七件例子。那么通过这个例子，我们就知道呢，每一个人念佛都会放光明的啊。包括我刚才早上进来，你们在这里念佛啊，那你们都在放光。那为什么念佛会放光呢？因为佛就是光明，哎、啊，所以念佛就会放光。 心中说啊，如燃香人身有香气，就是这个香本身是香的。如果你点燃了香，香因为香，所以呢，你身上也有香气了。因为佛就是光明，那你念佛呢，就会放光。所以此字名曰香光庄严，就讲香光，它道理是一样的。这一我们身上不香，但是我们燃了香呢，身上就香了，这就香庄严。我们没有光，但念了佛，光就放光了，叫光庄严，这叫香光庄严。 这个词啊也是很感动的。那我们从这知道呢，不仅这两件事例是念佛放光，所有的念佛啊都是放光明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解难的事情有一件，就是尼摩尔利导护啊，这是呃费用。这件呢是他妈妈念佛啊，儿子在海难上呢。 得以搭救。那么其实呢，也不光这一件事是念佛解难。比如说这个珠子往生，它不也解难了吗？啊，给别人宰杀，哦，他往生净土了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间呢，都有六道轮回的大灾难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念佛往生，也是呢，呃，消解了根本的灾难。另外呢，这个念佛解难呢，有看得见的，有看不见的。 呃，看得见的呢，像这个比较特殊的，这个海难呐、啊，甚至有人搭飞机啊，啊，遇到空难，其他人都呃失去生命了，都有念佛人存在啊，这是明显看得见的。但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念佛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从白天出发到晚上能够平安回来，你能说这一天佛菩萨没有给我们解难吗？谁知道呢？ 啊，所以我们能够天天平安的活着，到了晚上都要去感恩。哎呀，今天我是平安的过了一天，念佛解难了，啊，一定是有这样的。那往生的呢有四例，其实往生本身为什么能往生，也是因为念佛放光明啊，佛的光明诱惑我们。其中呢，念佛往生当中呢，动物往生呢有两例，一个就是公鸡往生，一个呢就是，呃，猪的往生。 呃，人的往生两例，一个是王呆头啊，一个是阿弥陀于那个斯里兰卡的岛上的居民。那么这些例子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一切有情。我们佛教讲六道众生，只是动物和人这两道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，所以这个会记载多一些。至于轨道往生的，那、啊、肯定也非常多，地狱道的也很多，但是我们呢难以去探测它，所以。 一眼可见、可信的、可真信的，就举就有这两类啊。这说明呢，一切众生啊，都有佛性。有佛性者，念佛皆得往生。那么，人类往生的呢，一个就是急于事之人，忙呆头；第二个呢，就是极其无知的人，就是岛上的居民，他并不知道有阿弥陀佛这件事。 所以这两例啊，都不是说精进修行啊、呃，都是很简单的。那么这四个念佛往生的呢，像这个猪念佛往猪往生，他不是自己念的，是陈序法帮他念佛，是别人帮他念佛，他往生的。就我们看啊，这四类往这四个往生的例子，并没有什么精进修行。像这个猪，他有什么修行啊？被要宰杀的时候在那嚎叫，所以陈序法早上听起来烦。 心里面难过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我念佛吧，让你往生吧。”就这么一个念头，这这猪呢就被龙形的光明牵引去往生去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他人念佛，这个猪得往生，这是一例。第二例的公鸡呢？公鸡念佛，他会念吗？他还听着别人念佛，是听着念佛啊、呃。上殿的师傅念，他跟在后面嘎嘎这样的念，所以呢，他也往生，是很简单的。 那么王带头念佛是他很亲近嘛，王带头念佛是被迫念佛的，因为陈道长拿长杆老打他。那你不念佛你干嘛？他都没人养活。陈道长收他为徒弟，哦、呃，那你这么笨呢，什么也学不会。白天呢就是扫地拾柴，晚上就念几百声也不多。然后呢，呃，拜佛一炷香。如果在偷懒睡觉，就拿长竹篙揍他。所以他是被迫念佛。 哎，他他也没有什么精进修行，什么多大善心啊，什么发菩提心啊、出离心啊，啥也没有，他也往生了，往生非常殊胜。第四例呢，这个伊斯兰卡岛上的居民，他们既不是动物，啊、呃，也不是呆头，呃，也不是被迫念佛，他们怎么念佛？他是被骗念佛的，被诱的，就是这个阿弥陀鱼啊，连围绕这个岛就鱼发出声音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他们也跟着念。然后这鱼的味道念得多，鱼的味道好。他为了呢，想吃到鱼肉，味道美味，所以他是被五欲所诱使，比阿弥陀佛那种特殊善巧方便。然后他念佛，他也往上。那何况我们在座各位，我们这些莲友们，你有信愿行，你自己信，自己愿，自己念佛，而且不被骗，不被迫。 啊哈！<laughs> 你这样念佛怎么能不往生呢？那么在六例当中呢，他人念佛得利益的有两例，一个就是，呃，海难解难，念阿弥陀佛这一件；一例呢，就是，呃，诸子往生。哎、呃，所以两例一例解难，一例往生。 自己念佛得利益的呢有四例那么这四例刚刚说过了，都不是精进的，其中呢，啊就是念佛放光那一例是偶尔念佛，是偶一念佛就放光示于障，然后呢随他念佛的攻击啊是随着别随着人的念佛的啊，在被迫念佛和被诱念佛的，这些我们都知道呢，啊、呃、佛是主动，我们是处于被动的状态。 啊，佛以主动呢为我们做得度的因缘，尤其是阿弥陀佛鱼的故事。那么这岛上的居民啊，并不知道有阿弥陀佛的存在，所以也有人问了：那干嘛今天不也变成鱼来，不更好吗？或者变个鸟来跟我啊，这就不灵了。佛度化众生啊，他有历劫因缘。这说这个岛上的五百户居民跟阿弥陀佛什么缘分？那我们不知道，并不是你知道之后要给佛出个难题，你来帮我。 变一条鱼吧，佛是不受众生考验的。你出这些难题，通通不管用啊！不要这样想，这样想呢，呃，就是错误的。那么同时说明呢，佛号啊，就是佛的光明，众生与佛性平等。那么佛性、佛心和佛号，众生的佛性是平等的，阿弥陀佛的佛性也是平等的。阿弥陀佛成佛这句名号。 度化众生的功能，因为这名号是阿弥陀佛因中的愿心，呃，修行所成就的心因平等果平等，心平等行平等啊，所证诸法平等，所以名号平等。在这名号当中啊，无至于罪福、九净、人畜、自他、色空等一切分别，没有至于王带头最愚痴了，钱都不认识，数不清多少钱。 所以念佛也也谈不上究竟精进，所以罪佛啊，像这个杀猪，这个猪啊，当然就是前世的罪报，猪也是愚痴的。酒劲像这个人，才一念佛，心中放光啊。像陈序法那是念佛念的久，他放的光就大。不管怎么样的念佛都放光啊，也不分人和畜生啊。 呃，这一切啊，就用阿弥陀佛的平等救度。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呢，呃，叫推演到它的它的基本原理。所以我们看念佛感应的故事啊，听这个故事呢，不是在那好奇，然后哎，他怎么有这感应，我怎么没有？什么时候给我来一个？给我来了我就信，如果我没来，那我还信不来？这不是这样的，就别人的，就是你的，他能信，你就相信。你从这当中啊，得到一个普遍的原理。 那比如我们今天说了，刚才说了念佛放光，这是普遍的原理。说那我念佛怎么没看见放光呢？那是你的个案啊，在他念佛放光呢，他的有他的个案，只是说呢，他的原理是一样的。这样呢，就会呃让我们心中啊就会起信心。然后我们念佛听所有念佛的感应故事啊，有两个原则大家把握：第一个，因为我们记载念佛感应呢，往往就说他。 比较奇特，你才记下来，不然你平常平平常常记什么呢？但是我们看念佛感应的故事，要看出它的平常。从哪里看呢？就是佛在佛来讲，这是非常平常的。比如说莲雾预言豆腐，这个人在海难上，哎呦，化现出这个莲雾汁，又有豆腐来了，那我们觉得不可思议。可是对佛来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是无所谓的，很简单的一件事儿。所以从这个凡夫觉得不可思议、神妙的地方。 我们要读到佛菩萨是非常简单的、很平常的一件事。那么从平常的当中呢，要了解它的奇妙。比如我们平常念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大家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，也来见个佛啦，见个光啦，见个花啦，其实不是那样的。平平常常的念佛是最大的奇妙，像我们喝水一样，我们凡人呢就喝水，他就觉得要搞点可乐喝喝啦，里边加点味道啦。 但是那个不是常规法，你喝水吃饭就是平平淡淡啊，这个才能长久。我们平常念佛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比如说我们得到神奇的感应，那是偶尔加点油盐糖醋，就给你添点味道。但你不能总是吃这个有味道的，所以你看初期念佛的人，往往初期念佛容易得感应，因为那个时候不给你加点味道你不喝啊，等你念佛成老修了。 反正感应反而就淡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你信心也建立了，就是喝淡水了。大家平常喝水能天天喝可乐吗？说可乐搞可乐喝喝，那是偶尔喝喝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平常的念佛当中呢，这当中就反映出阿弥陀佛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功德。